第一排大概十个人就唱完了，我心里面有三个名额，我这样平均下来的话，基本上每一排每十个人我三个名额都还有点不够，所以一定有很多抱歉要说出去。其他的抱歉，但你们可以去别的队长那里试试，加油！我当时觉得我估计没戏了，因为我感觉他也许会喜欢我的音乐，但是可能不是他经常会用的那一挂。虽然我也很想说，虽然不是他那一挂，但我也可以写 hiphop 就是只要状态好，我就不会停下啊。但是你知道，就是在那一刻，我可能脑袋转的没有那么快，然后所以我没有跟他讲太多。好，现在广播找人，名字叫张若水的小朋友。哇，我错了，刚刚错过你了，刚刚对你太严格了。你到小陈老师这里来，把你的手环交给我吧。请这个张若水的小朋友听到后，赶快到小陈这里来报道。没有给他过的时候，我是犹豫了一下的。但我想，我既然犹豫的话，就是有可能后悔的。我按照我的计划和我的标准进行到后面，我发现差不多，然后多了一个，那应该是他的。陈立老师，我看不透啊。